坚持带饭上班第84天，共计花费7米。今天准备做樱桃肉、青椒土豆丝。鸡胸肉切成小丁，也可以用猪里脊肉，切完后加一勺生抽、一勺料酒、一个鸡蛋清、一点胡椒粉，抓拌均匀，腌制20分钟。调个料汁，我来点番茄酱，一勺陈醋，三勺白糖，再加点白开水，搅拌均匀备用。锅中倒油，腌制好的鸡胸肉抹满淀粉，依次放进去炸至金黄，小火慢炸，又是一个挑战耐心的活。炸好后就可以夹出了。锅中稍微来点油，酱汁倒进去，鸡肉丁倒进去，翻拌翻拌，加点白芝麻，加点葱花，翻炒均匀，基本就可以了。先尝一个试试，酸甜可口，不太好吃。家里有小孩子的可以去试试。下一个菜，土豆切成丝，泡冷水去淀粉，锅中倒油，下蒜末爆香，下青椒丝炒软，下土豆丝，土豆丝我喜欢吃脆一点，加盐鸡精，剩了一点葱花，一勺生抽，翻炒均匀，大火几下就可以。试试咸淡，刚刚好，容易搭配的一餐，哈哈。清淡可口的一顿，姐妹们，你们每天都吃什么？说出来，让我也参考参考呗。即使生活不如意，每天吃饭最开心，打包带走，拜拜了。